大家好，我是亚文，现在介绍百合白，这是改版的，除了百合白，魔人菲娜。关于他，算是魔宫的非常好用的角色啊。不过我圣诞节抽太多，我就有3张券而已。不过还是会抽啦，嘿，把这3张抽掉，然后再去他送的10+1抽，没错，来吧，来一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当然，这需要天使第一人和，是吧？这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，这不能强求啊。然后我是觉得百合百合2只就好了啦，信那个超信没有说到一定很需要，上7星士就可以了。不错，有2只4星，好，我们来免费召唤这边。其实如果有赚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抽，911中的几率，听大家讲好像蛮高的啦，不过还是看人品啦，如果钻石够多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来抽这个限定这里，因为这个就一轮啦，一轮，一定会保底一只，所以就是安心的，有25000的话可以抽安心，那我们来个10+1，有5张啊。不过官方送蛮多券的啦，所以说是还不错，有红，很好，一红一红一红。但希望可以抽到圣诞角色，因为这个。期间限定会有机会会抽到，但是期待不用太高，来吧，这样就35抽了，哦哟又好，就是歪红几率比较大，二斗七星的不错。46抽，哇，太神奇了！红石守护者，这只很强啊，这只真的很强，这只算是二奖，虽然没有百合百，但是有那个露娜。露娜弗雷亚，露娜弗雷亚算是 buff 角，目前第二名，非常好用。竟然被我歪中了，还有几抽，56抽。果然没有天天在过年的，没关系。我们还有5+1卷，一张，这样子的话就是62抽，是吗？对，62抽。来了，变个红吧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就是没有百合百啦，真的没有百合百，因为钻石不给力，我钻石没办法抽百合百啊。但是想抽，但是没有钻石抽，没办法，实在是没办法。我应该也没东西可以抽的啦。就是百合百，说真的是，他说是
火暗土的法系的波动非常的强，可以搭配那个西居菲娜，西居蒂娜，可以搭去西居蒂娜一起劝，尤其是火啦，它的火的波动非常的高。然后关于这个部分的介绍，就是有打百合百的，这里还没打的赶快去打，因为还差完整次数快到了，我们可以拿那个免费的每日十连抽召唤，你像固定队伍，基本上我都打完了啦，这个算是比较特别的，因为你一进去固队伍都帮你固定选好了，就变成这样，就是你没办法换，你只能看他的那个装备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我那装备其实都很顶的，非常的夸张，真的是很强，然后百合百主要的技能就是，他有一开场的 T， 然后加软机之后他有 Q， 这个很高伤害啊，这个是算是有点偏尾刀，然后又可以集极限技，非常的强。然后火系就是这个，觉醒混沌波动，非常的强，强势强壮之强，然后这个也是直接软击之后直接做爆发，而且是降120啊，火土按120，那个真的是很夸张啊，这是真的是这个技能是夸张到不能再夸张，真的太强了。不，但是百合百的缺点是血太少，法师的通病都是血太少，就算是底 buff 属性，然后以及魔攻的和非常顶尖，应该算是很目前如果加入排行榜的话，应该算是第三名或第二名吧，非常的高。好，今天就12抽分享到这里，我看一下我抽几红，应该1、2、3，看一下顺序，五星起，好像不能开这个，我要把那个关掉。哦，4红，6、12抽4红。可以，这个几率是可以的，这个几率是多一红啦，非常的 OK， 但是非常的好命的、啊。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抽到百合百啦。好，这次分享到这里呀、啊，记得要赶快去打，靠你们的各位大大。大家赶快去打，赶快去打，因为我都有通关了，我有把影片分享在我的之前的影片，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如何通关，我都打赢了，我都有分享出去，然后大家希望可以去看，然后赶快去打，因为奖励真的不错，报酬也很好，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打这个报酬。好，大概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